假如在泡泡啊，或你们做一样的事啊。买车会试乘吗？还是直接买？买车都要试乘吧。路上有女生穿上到底能不能看？我的话我是会看的，男生的话从没有女朋友就不行啦。啊，你们又没有，你们就看啦。怎么跟你们一样啊？对对，佳佳，你怎么那么坏？换衣服有啊，他穿起来也都超好看。短裤比较好，可是我觉得长裤比较好看，可是短裤不好看。